哎、欸，还是会饿哎、欸。对啊，给点，可以拿混沌植物去换牛排，因为混沌植物很多。很多。我再来再挖一点铁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要是到第四阶段的话，根本不用靠挖核心啊，直接冲上去就好了。啊、巧克力在那个金黄金那边。好，来挖铁，铁块被你们用光了。哇！你给他一个措手不及，爆手！我去换牛排了。啊，现在还有可以换了吗？啊，不对，不行。对啊，晚上不用怕刺客了，哦，好爽哦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刺客不会那个啊。对啊，主要是不用怕了啊。对啊，不用怕、啊，觉得开心，终于。仙人掌吗？你说放仙人掌哦？要沙子哎、欸。对啊，那要沙子哎、欸，虽然是有啦，就那个啊，众仙人掌那个底下有一个沙子，就可以拿斧头啦，就派，还要破盾啊，超凶哎、欸！嗯，我们来的哦，不行啊，哎、欸，巧克力过去了，神经病过去了，没靠，坏人到哈，哎、欸。他死了吗？破了他的盾啊！哦，反正斧跟盾是必备品啊。嗯，那我也觉得我也来做一下好了。我不拿斧头的，完蛋！为什么？拿斧头就是1.8而已啊，干嘛？不是，就是一般来讲，不是要嘛斧头破盾来打一下，或是那进来了，杰克。我是，哦、我是没事没事，那是那个托比。哎、欸，真的1.8哎，破盾啊！我用1.8打，对啊，就说1.8就好了、啊。看来这一场是1.8的世界了啊！完了，1.8我还没玩这个游戏。1.8你就是连靠近灰就左键而已啊，不 用看那个他要不要 CD，、不用。对你就是直接连灰就对了。哦，反正看到他就是连灰就对了。前提是你要拿斧头啦，对。对，了解。啊是啊，这门所以你们就是只拿斧不换剑这样子。对，没有啊，这场这个这一场啦，这一场才这样子。我试试看，我还没用斧头打过人呢。啊，他在那边干嘛？矿工，矿工，小心哦！小鱼在干嘛？他要干嘛？他好可怕！他要弄你，他要弄你哦！他要弄你喽！啊，想弄你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危死！加派啊！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斧头的真谛啊！哎呦喂！嗯。去拿石头，他都有腰。该弄稿子喽、哦就是那個欸，稿子稿子稿子差不多了。对，我也觉得该弄了。就没看到其他人，我就有点怕怕的，我来附近绕一下。好好好，你绕一下。巧克力来了耶，拜拜。突然觉得这游戏还蛮好玩的。啊，太好了，我有食物了，我饿死了。我好猛啊！哇，那都哎，你怎么那么猛啊？好凶、哦！那几下就是回两下，再给我一个，再给我，你可以给我一个金锭吗？哎、欸，巧克力来了，等下来喽，杰克！哇，做得好了吗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凶爸爸！哎呦喂、啊！我跑不动了，太饿了。金矿这边好可怕哦！天，他这边就一直在弄金矿、啊，那边很容易被弄啊。对啊，就最近啊。哎、欸，混沌之物是给交易商人吗？欸、不是、欸，给那个厨师。哦，是给厨师哦。小飞来了，想干嘛呢？举证，举证，快跑！哎呀，我打他一下，可是嘿，我被他打两下。哇，我刚刚看到。没有，看那个神经病冲过去看巧克力，跑超快，只会姐姐是神经病啦、啊、我们姐姐是有点凶哦。看一下箱子在哪？哎，我的金锭跟绿宝石没喷掉，开心。又来又来，哦哟！不用怕他了，他只是个巧克力而已。什么叫只是他很？哦哟！加工他，加工他，四个加他，弄他。哎。他是死掉、哦，刚没得。那几举盾，那几那几在射举盾。你要过去吗？我觉得我要叠附魔吗？叠你要叠什么附魔？你说稿子吗？效率啊，可以啊。我先把玻璃换木头、哦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小天来喽！我先换。可以在哪？可以在哪？
桥上，我还在跟前面讲什么？好，没有问题。他好像剩一下就死了吧？哎、欸，你也剩一下就死了哈、啊？对，想什么？为什么我举盾他弓箭怎么可以穿我啊？你举太慢了。嗯，不是，我是一直举着耶。还是你被破了？你被从旁边弄到了。啊，被从旁边射哦。有可能。这么可怕吗？因为就像你尺度，你可以被从后面打到一样。对啊。那个托比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石头是谁包的、啊？我包的。哦，那个金矿那边啊！我靠啊、哦，死了！好派、欸！哎、欸，效率四啊，这叠不起来吧？叠不起来，经验值不够。必须啊！我要先被盖掉了，我要先封那个等级。嗯，哇，不行！啊，还是太高等。这样好难，好难安心挖矿，我的天！小颗粒那边小坏坏那边挖，他在挖背后。来了来了，哦、他刚刚差点挖到哎、欸。那几？我刚刚来了，哦，我提到。来了。没有，他从后面挖。这样就听到木头声，觉得怪怪的。嗯。好，继续想办法搞附魔。哦，我的。好，我的钓竿不见了。钓竿。多换几把钓竿。嗯，怎么换几把钓竿？我的结界杖。他们在哪里啊？是哦，这是繁星在挖木头。他们家是不是有一个人一直在那边啊？矿工现在是不会掉矿，是不是？矿工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从我刚刚我踩到油箱，我踩到油箱陷阱，好没用哦！我马上换滴血啊，是怎样摔死？小心小心！都忘记现在是半颗星了。大吉是被我弄死。我要去他们家了，家里有人拜托了。好，我先挖一下金。好，来 ，Go， 走吧。嗨，娜吉，是啊，拜拜。好，他急死了。哇哦，哇哦，拜拜。好玩。哇，杰克死了，被混沌植物打死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家现在也都是守得很严密、欸，哎，人手。嗯，有小雨专门在守，巴死他。那我们有守护者吗？还是没有？不是巴死他们重生很快啊，没有。对啊，重生很快。等我一下哦。有人来了，团！一下。你刚是在干嘛？你要不送个东西？哎呦，这个可以！我把他弄死，我把他弄死。我看到，超精彩的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来喽，哎，娜姐来喽，杰克后面。哇！现在就是一点八，甩有画面又甩到就好，真的。靠派。巧克力在干嘛？想做坏坏的事情。你等我，你等我来了。啊！娜姐来喽。哪里、啊？死了。好，超快、哦。我需要青金石啊！你看，嘿，在哪里？我在门口，啊、大门口。哦，好死了。哦，那吉、哦。感谢感谢感谢！我总感觉一点都没有爆冲的感觉啊，这羽毛是怪怪的啊。这羽毛。就只加一点点而已。啊！哎、欸，巧克力死了！哦，还有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嘿，嘿，嘿，嘿！哎、欸，那挺来热。打他！爆冲的感觉呀、啊！我是想看钻石，还没有。钻石还没开始啊！第三阶段还没开始。
第三，第三，他走人。哦，为什么是半颗星？因为我们是一拳模式。我们现在都是被破盾之后多久才会局啊？你要看那个啊，盾牌上面有那个毒条。对啊，盾牌上面有毒条。有啊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。来，加速喽，加速喽。你要几盾？你要被破盾之后才看得到，小姐。啊，是是是，没有，刚刚有破盾，然后就哎，我盾举起来，可是哎呀，突然一下子不举了这样子。哎，这个，打到一堆草，这草其实蛮烦的。哎，还有那只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说效果是干嘛的？康否连断嘞！我破解一拳模式了！哈？啊？你们可以去买小型电池，三个铁锭而已，会有吸收二。哦，冲！哇，繁星好猛哦！三个铁锭是不是？对，三个而已。所以，泱泱，你再去弄一下铁锭吧。那个箱子里有，箱子里有那个泱泱。哇塞！电池是好物，好电池，你要跟那个法师换。好，跟法师。人来了，人来了。好电池，不买一下。你先 hold 一下。好，我 hold。纳吉跟巧克力去金矿。嗯。他们不知道，其实现在铁矿才是最重要的。哇哦！两下可以赚。法师。我觉得等一下他们也知道了啦，因为搞爆了。讲啊。哎，巫师吧，巫师。搞爆了！吸收三是多久啊？三分钟其实蛮久的，很久啊，可以挨两下啦。巫师然后用什么东西买？铁三，对，铁三块，这蛮便宜的。嗯，可以吸收，啊、好啦，无吸血嘛呵。吓死我！原来是繁星。嘿。巧克力，你要干嘛？我想弄我的矿工。嗯。好嗨哦！我的天。没有啊，就哒哒哒，然后就死了。这个是偏方啊，因为这应该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。过去，过去了，过去，你小心要后面绕后。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团团那边，团团那边，团团你被夹了，团团你被三个夹。哎，对，我也来了。不想去鬼门关，不想去鬼门关。钻石有钻石喽？是什么啊？哇！怪物、欸，我在中间呐！真的是怪物了，真的是怪物了。等一下，这真的是怪物了。看，挨不到一下，对不对？挨不到一下，对不对？挨不到一下，对不对？放那边好了，放那边好了。烫哦！我怕被偷，我怕被偷。好啊，啊，你们都买那个了吗？那个电池我买了。嗯，那我买一堆电池自己用。你说跟巫师吗？还是法师？巫师啊，拜，还法师，我不知道啊，自己看。看一下好了。你看，自己看，看自己，看自己。哦，有了，有了小型电池嘛？自己看自己。对，小型电池。嗯。他出去买食物好了，好饿。你有混沌之物啊？哎、欸，第三方怪物来我们家了。他们带过去的、哦。应该是我啦，因为那边偷偷来。等一下，那个地上怪物好可怕！等一下，就要死我们家，就要死我们家，就要死我们家！好，他是大 boss 哎、欸，叫他们收家。家里的小心。啊？怎么了？看着我啦！哦，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刚刚隐约带过来的。走开了。哎、欸，我想啊。他看你，他看你，你赢他就好，我打。哎、欸，我拿那个神器啊！你知道第三关变滚烫的包子了？他给你什么？燃烧 X 的剑！哇！你不砍他们没办法，那个就算是盾牌房子也是死。哇！砍！哎、欸，够了够了，那个杰克，杰克上啊！杰克上啊！神器！神器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这把剑要修，有铁针。吃了点有吧？有喝了再上。
异世界的怪物看、欸、看上我们的村民了。圣母西丁，我们的村民被盯上了、嗯。这个我这个要修，一定要修。蛮隐形药水没有用。点名点名点名！哇，我的城墙自强、欸、自强自点名强自强自。买隐形药水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的身上衣服脱不下来。对，嗯、所以隐形药水是变废物了。真的。对啊。白痴哦！太神了吧！太爽了吧！真的，如果这个弄到燃烧无限。